要不然苏仙，你来说说看嘛，哈，你是摩登的女人嘛？你说这个女人呢是要嫁人好还是不嫁人好啊？西方人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：你的蜜糖可能是我的毒药。每个人基于不同就很难说的。妈妈，这句好，你的蜜糖可能是我的毒药，就是说你的整洁、早起、勤奋、公公的严肃古板未必适合我。定机了，爸爸咪，我赞成。造反。